刚生娃和生娃一年后的区别。你奶嘴得朝上放，你倒着放不沾上细菌了吗？等会儿温度必须45度，我妈来说都没用。你再吼一遍安娜，你试试你弄。一岁是不是可以吃火锅了？高前面不能吃了吗？老婆，这孩子太痛了，你们愿意？老公，你妈睡了吗？睡了睡了睡了，忙睡就开了，你忙你的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这样了？没事，妈都懂。最后要来了啊！哎呀，闷死了，出不去了，咋办呀？哎呦我的妈！